工商银行的，就在我们医院边上啊。他的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，嗯，他每周啊都利用他的中午的时间，因为中午银行有挺忙的，是休息，平常是比较忙，嗯，他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他就一般呢就拿着饭盒，啊，因为跟我们熟了嘛，啊，我们中午也就在开放来泡腿，嗯，因为泡腿只要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，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辅助疗法，挺好的。明白，嗯，这个杨经理女士呢，嗯，泡了有大约泡了有一个多月吧。他因为越胖啊，他感到不但腰觉得挺舒服，浑身出点汗也挺舒服，嗯，有些感冒什么的，这都觉得比以前要，嗯，要好多了，嗯嗯嗯，还有呢，就是也感觉浑身轻松了，也就有劲儿了，嗯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一个小姐妹就问他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嗯，说杨姐啊，我说看你脸上那个斑变轻了，你现在去哪做美容？去哪个美容院做美容了？嗯，想半天。他没注意，说我也没有去做美容啊。嗯，他不对，你肯定去哪儿做美容了？小花不错，你看这个斑特别淡，嗯，而且皱纹好像啊，嗯，也显得一个少了似的，啊，就是变浅了似的。所以他自己最近的一照吧，真的吃惊了，嗯，高兴的吓了一跳啊。哎，真是觉得这个斑淡了，淡了。就想半天什么原因呢？哦，突然想起来我最近一个特殊的一个，嗯，一个事儿状态，每天中午基本上跑到东直门医院。去泡腿。